这是土豆脊骨汤，上面是猪眼，然后是非常大块的脊骨，这一块还挺肥的，你看都满满的肥肉。大家好，这张宇飞不是宇飞，刚才突然来龚叔万达这边处理点工作，工作刚处理完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吃韩剧里的一道美食土豆脊骨汤，然后我就在附近搜了一下，我发现还真没有，离我最近的一家做的比较好的土豆脊骨汤的韩料餐厅差不多要开1800秒。那既然想吃，那没办法，无论是开1800秒还是18000秒，咱都得去。今天咱就一起去简简单单的吃一点土豆脊骨汤，给你系上安全带。虚空系，我的。怎么可能会忘记你呢？走吧。哇哦，正好碰到了喷泉，音乐喷泉，有点意思，运气好好啊。你们猜一下我今天带什么？今天我带了小陈。等，刚才那个老板娘过来跟我说，脊骨汤可能一个人点大份有点多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刚刚好吧。虽然说我是来吃那个土豆脊骨汤，但是我们顺便还是可以吃一下烤猪五花，对吧？顺便嘛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，我烫头发了。烫这个头发我花600多，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参考对象，就是说我跟理发师说烫成怎么样，好吧？能不能给个三连安慰一下我？真的绝了，我觉得特喜欢吃这种没有腌制过的猪五花，真的牛好吃，是它的本味，是原汁原味。哇哦，哦，这是土豆脊骨汤，上面是猪眼，然后是非常大块的脊骨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紫苏叶。我是上面那个粉。紫苏粉。紫苏粉。紫苏粉。先把它放下去，我先吃一小块。哦啊、是一块脊骨，超大块的脊骨，这一块还挺肥的，你看都满满的肥肉。这
在这骨头上面的肉就像是一张银行卡的两面涂了奶油一般，你只要轻轻一搓，你就能把粘在银行卡两面的奶油吸得非常光滑。必须得用手拿着吃，如果说你不用手拿着吃，你很难把它吃得很干净，而且这个东西也很考验舌技的。我说实话，就像吃牛蛙，你的舌头不灵活，也许你吃就干净不了。我说实话，现在这块骨头唐僧来吃一口都不算破戒，好吧。看现在煮熟了，咕噜咕噜了，汤肯定好喝，想喝一口。感觉喝起来像是那种川式火锅，但是油没有那么多，然后里面有一股浓浓的淀粉的口感的味道。啊，这汤还挺好喝的，而且拿了一块它就量好了，非常大块的。有一说一，这骨头上的肉确实很香。哦，你看，肉非常大块哦。啊，这是蘸什么？蘸肉吃。这什么酱啊？是瓦萨比酱。瓦萨比，那不芥末吗？芥末酱是醋。好吃吗？这肉拿出来蘸着，哇！你看我轻轻一掰，把这肉掰下来了。拿出来量一下，这仿佛像是一双凉鞋，像不像？这块真的非常大，你看。懂懂懂，都快都要掉了。哎，超过瘾了。刚才那块骨头，可能唐僧吃了有点小破戒，这块唐僧吃的是真不破戒了。现在它变成一双高跟鞋了，离谱。今日省油，章鱼飞吃高跟鞋。我是不是又帮你蘸这个？芥末味并没有很浓，这个芥末的存在就相当于你在你手腕处喷了一个香水，然后过了一天，24小时以后你再去闻那个味道一样，几乎没有。吃了三块大骨头以后，我想在里面煮个面条。你好，帮我里面下个方便面好吗？好。必须的呀，我的职业。这个面，哎，是吧？煮方便面肯定好吃啊。现在就，对，现在帮我加一点，可以。对，现在就放。我要里面还有骨头，要把骨头的香味也煮进去。把这个面往下一摁，待会儿吸满这个汤汁，这还不得香的一锅。再给我一小碗饭好吗？嗯。少点，少点，就三分之一就够了。好的。大人眼中的三分之一碗米饭就是这样。你要吃泡饭。对，我肯定得吃泡饭。我想把这个土豆也拌进去。好，没问题。最后浓汤炒的吃，还有这种吃法，我天！牛逼！哦，汤，仿佛是在用那个方便面的那个汤在泡饭吃，方便面吃剩下那个汤啊，泡饭吃也非常好吃，真的，我试过。拌一拌。这怎么能不好吃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别说泡饭吃了，泡拖鞋都好吃。再练一趟。如果说你们来吃，你们一定要吃这个土豆汤泡饭，真的。好的，面条。这个配泡面，牛好吃，真的。下次来吃就好了，真的还可以。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泡面会要比这个拌饭更加好吃。再吃最后一小口，
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蘸面粉肯定好吃，面比饭肯定好吃。对啊，有一个土豆融入到里面。对，它只是融入里面，真的仿佛它已经成为了这个鸡骨汤的一部分。现在打包吗？啊，对，帮我打包一下。好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新认识的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别忘，这很重要，下次别忘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是是是是。谢谢谢谢，下期帮我点个赞好吗？记得帮我点个赞哦，给我个三连，也不用三连，不用收藏，给我个投币点赞就好了。推书，为什么是推？啊，你是出版社，我觉得这工作很酷。超单身社会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超单身》，好的。哦，这样的是吗？你们出版社的食堂好吗？自助餐有多好呢？10块钱随便吃。行啊，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食堂，蛮有意思的。哦，那是很大是吗？你们想看吗？我去他们食堂拍。本期点赞过5万，我下去他们食堂拍好吗？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食堂没吃完就打包了。然后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大家看得开心，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哦。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还有关注，拜拜。